水都被我拿，被我爸拿光了 是。他水很多，他身上随便水都有五十几个。没有，没事。然后就是这边是我的那个。OK， 这是铁轨的小屋。先把那刚刚那些蚂蚁啊，什么蟋蟀烤一烤。对，点点点，然后不晓得它什么时候会出现，真的很麻烦。这 bug 真的很麻烦。这个我真的觉得有点不妙，这武器。我没有吃过蚁肉诶，我等一下吃吃看。这是灵异现象是不是？负重加持，欸不错。我觉得它就算久，我觉得它也扛不痛，我讲真的。这应该是好玩用的。它的射程已经够远了，说哇，改完还可以变轻哦。哇，要螺丝钉怎么办？好，就改这个，就改这个。出发，我们先从这边出发。这边这是艾碧的碉堡，我真的蛮喜欢这边的，因为怎么讲，这边晚上快差不多黎明的时候吧，这个天空整个都蓝的。哎，有人的营地盖这里，还有动力装甲台。我能改怎么？对吧？我没有那个头灯，连最基本的都没有。对吧？无眼，真的无眼。然后为什么它会有进入这两个字？所以在维修的时候还可以进入别人的动力装甲。对啊，我想说这样很危险。哦，真的超帅的。自己的装备自己弄，这样子 ，DIY。我爸去上厕所的话，我先去机场防御一下。他虽然冲刺他是吃电量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有一个很大问题，就是你的电池的那个消耗量，它好像会有点延迟。好，我去看一下为什么他们都不过了。他们的头都很硬哦，要割身体。哇，幽暗森林，我之前有想过来这边那个定居。
我帮我爸那台优化，然后他720P 完，他看得到水，我这边就看不到了，很瞎。好、啊，我们来去这个不知道什么发电厂这里啊。这个发电厂还蛮奇怪，很大，然后我也没看过。那一只，哇靠！哇靠！等一下，欸，我爸死了吗？欸，为什么不能救啊？我有治疗针啊，对吧？他是不是 bug？ 就是哎，他挂了，对啊，奇怪，我对啊，我有吸在治疗针啊，可是按不到他。哎，我爸的垃圾在哪里？我帮他捡好，因为这个还是怎么样？这样我先干掉他好了。不过这个狙击械真的很好笑哎、欸！它的壳竟然是那个车子，好大一只哦！哎，房子里面还有人。啊，不见了，要拍照说。对，他身上就是我做给他穿的金属战斗什么的胸甲吧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这个桥是可以上去的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哇，要走那种大段路、啊、那先不要，我先哦，雷霆三发电厂，超屌的！嗯？哦，这是工坊哦，我也要进去修，是不是？国外的发电厂都这么酷吗？很像观光景点，讲真的。有些肉没吃过，看一下。这个是怎样？煮不下去是？对啊，这个蛋是发生什么事？这个蛋有毒欸，这个蛋煮不下去。最大 AP 耐力加一，我说都还不错。对啊，核融合核心发电厂在这里。对，它现在改版成一个小时生产一颗。我会先修外面这个冷却管。哎呦哎呦，剑黑。
我阿斯里。那之前我跟我爸有去修过莫诺格，所以我们比较了解装那个要干什么。因为之前我们来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不晓得要怎么修，摸很久，真的。嗯，有其他玩家进来，然后帮忙修也好，因为这个鸟鸟的。我想先看看我刚捡到那个医疗护目镜是。Holy shit， 这什么东西？他的冷却系统就是这样哦，修到快晚上了，你知道，就是 bug， 真的就是 bug，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就可以直接忽略就好了。这边有四个玩家在修，那修完之后呢，那个合龙和合金就可以用了。我们不一定要把它修，我们不一定要占领它，我们就是修好之后领完奖品就走了。通常一定会先迷路一阵子，然后才对这里面有了解，因为我现在目前也不太清楚说。这边哪里要修这样子？哇，这么快就修好了！好，那我来启动。Nice。Thunder Mountain is back online. Repeat, Thunder Mountain is online. Repair teams, you are clear to stand down.Ad Victorium. Nice.没办法，我爸低头族哦，他在这游戏低头族，他就是一直看不到那个上面那个衣服，他就是低头族。如果你要增加机枪的准度，工程师有一张卡片就是在加准度的，还有无视他对方护甲。没有准心真的好痛苦。对嘛，低头族真的。强烈怀疑低头族真的，结果最后不是这两个人占领，是另外一个路人过来占领这工坊，然后他什么也没盖，是哦，别人的工坊我们可以帮忙防御就对了，啊，我自己的工坊也要保护。对啊，哇，这个 style 真的是。
跟我一模一样的，真的。他也是喜欢那个骷髅头头罩的，是。欸，他就是主人嘛，没有错嘛。欸，不是哦，主人不回来防的。好，那我的直升机正在赶往中。欸，我爸被打，他不补血吗？嗯，他不是我的直升机吗？算了。哇，我的直升机 ！No！欸，听妹 ，No man， 那个是你之前机场的呢，是啊，刚好我爸去做事情之后，他那个。挂网挂太久之后断线嘛，闲置之后离线之后，他的机场归我管，叫来给人家敲的，好吧，就当作没发生的好了。欸，完成了哦，那外面的玩家找到了，对吧？不然我真的找不到哪一只，真的超麻烦。感谢玩家，感谢你知道吗 ？Nero， 我今天叫我爸丢点水给我，我快渴死了。然后我刚看到他捡的那个核生化防护衣哦，他的是1000的，欸，我可以穿哦。欸，我50等了。跟他冒险一下，我50等了。为什么他要这骨架？我们穿的受损的是橘色的，没有受损的是黄色的。对，这个就是1000的。啊，对，我刚要跟他拿水，我都忘记了。刚去看一下才知道说为什么他要把他骨架捡起来，因为他把他自己的动力装甲揉掉，动力装甲骨架那个你把它拆解掉的话，他会把你身上的部件呢放到你身上，所以我爸才要他骨架。我想说奇怪，为什么他要捡他骨架？